回到刚刚，先跳过的是CCOM 编辑组由 Sky 带来的。OK， 好。好，各位好，我是 Sky。那刚也出现过。那今天是以就是 CCOM 编译组长的身份，然后跟大家介绍，还有跟然后来开坑这样子。那今天主要希望能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让今天除了是 CCOM 2024编译组的聚会以外，同时也希望在今天这个场合去跟大家讨论有关于就是社群媒体，然后要如何的各种，无论是就跟开放社群，然后跟社群媒体相关的各种讨论。那今天主要讨论的东西是所有包含要想要去比较的所有在台湾或是今天在场的所有开放社群的SNS 是怎么去维护，然后怎么去治理的，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社群形象脚边要怎么去塑造，或者是还有在近期 CCOM 的社群媒体，无论是 IGFB 各种都会遇到就是触及比以往还要低的情况。那就有点心女，有点心有女而力不足，所以就是也想在这边问问看大家，就是有什么话能够拯救看看。那最后就是在各种 brainstorming， 还有就是等一下也会就是实际上投广告。如果各位有就是对于投广告有经验的话，希望能够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可能是我近期第一次投广告，有点紧张这样子。好，那就是今天主要要需要的人就是有各种有经营经营各种账号的经验的人，然后或者是在上面都有写这样子。好，那就介绍一下编译组。那 CCOM 编译组是就是维护所有在 CCOM 的所有社群媒体，包含 FEIG、Twitter、Plum， 然后 TG、Mastodon， 还有 Discord， 还有 Medium 等等的平台。那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推广CCOM 学生竞争纪念会。那这是以上是所有就是 CCOM 编译组现在的成员，然后有差不多一半就定位出现。好，那就是如果对于社群媒体、社群治理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们，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投稿 CCOM 的议程。好，感谢各位。谢谢 Sky。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现在你在 GNV Slack 的 Random Channel 里面发讯息的话，其实它是会变成弹幕这样跳出来的。